王一博新代言官宣2021年第六个正式代言。王一博在近期公布的榜单中分别拿下2021年 Q1 季度男艺人商业价值TOP1和2021 Q1 季度90后明星商业价值榜TOP1，并蝉联2021前三个月90亿人商业影响力TOP1、2020综艺领域最受欢迎男嘉宾TOP1、男艺人商业价值TOP1、男艺人流量价值TOP1、男艺人带货力TOP1、综艺男嘉宾贡献度TOP1、男艺人预测热度TOP1、人气与实力兼具。带货王王一博实至名归，王一博同款五个字就是财富密码，怪不得喜欢找王一博代言，酷盖时尚潮流，运动风，年纪不大不小，刚刚好，什么商品往他身上一放，立马时尚感、高级感升了好几个档次。